你就在窝藏共犯，后背窝藏人犯。手铐，手铐。那经过我们扩大侦办哦，发动捕获搜索，总计查获了王姓犯嫌的22人，羁押7人，其中2人有黑道背景。那我们总计查扣账簿、提款卡、汽车等证物。那初步清查，被害人超过50人，财产损失达新台币4000万元。那这个集团他在脸书 IG 创立账号，发布投资心得，以豪车、精品名表。开箱文炫富，吸引民众加入高汇 Go Market 的假投资平台，再以假扮的投顾老师，用话术诱骗被害人投入大量的资金，最后不出金进行诈骗。